张学新，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马派老生，全国政协委员，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受教于王少楼等老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今天张学新先生将为大家教授京剧《甘露寺》选段。大家好，今天我们再继续的把这个《甘露寺劝天岁》这段唱，我们再复习一下。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学唱之前呢，还是先把这四句唱词儿念一遍，按照我们演出的京团上口字来念。啊，咱们开始。劝天岁，杀字修吃口，修吃口，修吃口。别给把这出字变成吃。修吃吃口，吃吃哎吃，劝千岁，劝千岁
杀字休吃口，老臣谕旨须从头。刘备本是那中山晋王的后，晋王的后，这的字唱地，中山晋王的后，不能晋王的后，晋王的后。刘备本是那中山晋王的后，汉帝景帝玄孙一脉流。哎，这个脉，这个一脉流的脉，哎，要注意，不是号脉，正字是号脉的脉，在咱们戏里的要用上口字来，还是要脉啊？咱们再来，景帝玄孙一脉流。上次啊，这个等于是哼了一遍。咱们今天呢，咱们再复习一下。我想啊，还是给你们大伙儿混着一块唱，就跟里头有的就是听不大清楚。咱们可以这个一个人一个人的来，咱们纠正，好不好？咱们从你这儿先来，咱们开始吧。全千岁杀子休吃口。好，这个休吃口的这个口字啊，休吃口有个顿，不要休吃口就练着不好。全千岁杀子噔里个噔休吃口口，哎，把这口字的这个字给它咬实了，休吃口哎，你来一回。你这一个字头，这字头头一个劝，说转千，这就不成。所以每一个字都要给它咬实了。全千岁，全头一个字就得出来，不能全千岁，这就不成。哎，再来。传千岁杀子休吃口。好，你来一回。传千岁杀子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嘴啊比较松，就每个字咬的松。全千岁杀子，这个字啊，这个字头咬的不实。全千岁杀子，每个字都要咬实，要用实。全千岁不是全千岁杀子，所以这样观众就听不清楚你什么字了。所以我们演员必须把每一个字送到观众的耳朵里头，所以就要在我们要有这个基本功，就每一个字都要给它咬实，不能嘴皮子松的。你再来一回。
刚才好一点。所以咱们这个唱啊，咱们有四功五法，是吧？唱、作、念、打，唱是头一个。这个唱，你说这个劝字啊，圈圈圈圈，这是阴平阳平，上升去升。这个劝字呢，它是个去声字，所以这音也是短，圈圈圈就收了，圈不能张，这尾音不能长，圈圈千圈圈就收回来了，圈千岁。哎，我们欢迎我们的业余的大学生一起来，你来一块儿唱的，很长，好吧？全千岁大字就是口，他唱这个调门比较高，哎，就是你的那个刚才跟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劝字啊，刚才他调门不合适，他唱这个，所以你那个劝字啊要注意，劝劝劝劝千岁，杀子杀杀子子，每个字都要收回来。羞羞耻羞耻口，所以我们这个收音的这个尾音呐、不要。要给他唱圆了。我跟王瑞芝王先生学搜狗的时候，王先生就说：“说我们这个唱腔的这个音呐、这一个音要像什么？要像我们抖了那腔似的，一抖那腔，那腔你看是这么转，不是不是尖儿。”是圆，所以大家要领会这个意思，要羞耻口，它音是在里边转的，不是它就不好听了，是不是啊？头一句我觉得大家呢基本上都掌握了，这浩宇的这个毛病就还是这嘴皮子松，还要注意。咱们现在往下说第二句，好吧？老臣。那劲儿要用在那儿，玉指，这重音得在主上。玉指是是从头，所以这个马派的唱，人为说听马派唱，这个帅啊。潇洒，他在哪儿呢？他就是啊，让给观众一个美感，听着好听，不是让你听着这个干哽倔脏，听着那里边，所以这马派的唱啊，他的是内紧外松，外边你瞅着他没使劲，是从头。那气儿都那拖着呢，它是里边使着劲，外边是松弛的，不是那种
都表现在这形体上的劲儿，是内涵着的劲，他就让人看着很轻松，呵，没使劲就唱，人家劲头在里头呢，都不带着让人看着就，哎呦，他怎么唱那么累的慌？所以就唱马派要掌握这一点，好吧？咱们在第二句再来一回。往下来吧，这从刘备那儿啊，刘备也就得用上劲了，刘备，刘备，奔奔的是奔呐奔呐，这个呐是往外一弹。对了，刘备奔的是滴答当当那中那中那中，很翘的要那中。山秦王的后，秦王的后，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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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音哦圆的，咱再往下说吧。云里悬风。这个梦一梦梦梦了梦了，对了，别梦梦，没有四头不成，要有四头，一梦梦了了，哎，再来一回啊。哎，这个墨呀也不能把它唱得太重，太重太轻都不好，就要掌握这个恰到好处，一马马六马马，重了也不好，太轻了马六也不好，所以要恰到好处，一马马六，哎，再来一回这个。往下来吧，他有个二弟韩寿的大好，这点啊咱们待会儿要注意了，从这句的原版的末四个字就要转流水了，转流水的尺寸我们还要给它缩住，是吧？一门六他有个，这个个字啊，咱们这个是上口字，他有个个，他有个二弟弟，
地必须得收到衣裳。所以那个谁，我为这个特位请教了咱们院里那颜元敬颜老师，他对字韵呐 啊很有研究，他就说我们每个字的这个收韵呐、的重要性在哪儿呢？因为你不收韵，它这个字就能变折口了。他举个例子非常的好，咱们大家伙都会唱鲁花放打五香安留成行，如果说一个香啊，芦花放稻谷香暗柳成行，你看这仨字儿，它是江阳惹的啊，香归到缸上了，放还是缸，暗柳成行还是归缸，如果要不归晕，芦花发打鼓下暗柳，那就是芦花发稻谷花，稻谷滑暗柳成哈，所以这就变成犯花折了。所以说这个收韵的重要就在这儿呢，因为我们是这个折口。再有咱们这出戏呢，咱们这出戏什么是什么折的？油球折。油球折的收音呢，你看那个头一句劝您在沙子修出口都收到呜呜呜呜跟欧的这个音声上，修齿口欧、哦、要修出口啊，变啊修出口啊不成，是从头啊，你都不收，它就不是头，你不收到欧欧跟屋上，它就不是咱们这个游秋折的这个规律了。所以这一点呢，就说我们甭管是唱哪个折口的戏，是吧，每个折口有每个折口的收音，必须收到这个音上。你说嫌你提起望家乡，江阳折的，嫌你提起望家乡，收的昂上了，不由自亲我两泪汪汪，也得收在昂上，是吧？不知家乡在何方，所以咱们这个字啊，尤其咱们京剧，为什么说余叔岩余先生篇的你听好听，是吧？那个这些老前辈的这些片子唱段都好听，他就是咬字归音准确，让人听着他才好听。所以这一点，咱们尤其咱们作为演员，必须熟悉每一个字的这个枣弧，每一个字都要有枣弧，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辅字尾才有。所以这个也是俗话说了，说啊，吃面平汤，好唱平腔，说我们吃碗面得有好汤，这碗面就好吃了，我们这唱呢得有好腔，这腔怎么好听啊？这腔就是你怎么掌握它的这每个字的这个音，保持它的音的这个旋律收音，再收的准确，他就给人好听了，这一个腔他就好听了。所以这一点，尤其咱们作为咱们专业的，是吧，尤其你们现在都是年富力强，已经都是目前第一线的主力军了，所以这个你们叫实践机会也多，每一次演出实践你们都要带着问题，不能说每天这过当下，说今儿唱一遍，明儿唱一遍，要动脑筋。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唱是这样，说你今天唱啊，哎，观众给你友好，
明年唱这没好了，你要总结。是有这有这有这，是不是？你有这感觉吧？说你想，哎，我怎么昨儿唱这儿没怎么着，和这有好？说今天我再唱怎么着就没好了，所以这都要带着问题来唱。说今儿我这为什么又好？好在哪儿？你要过过，要想想，今儿我这出戏，我这句有好，那句有好，那句有好，为什么那儿有好？为什么我昨天有，为什么今天没有？这样唱，你们就有提高了。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说。